美食爆马仔，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品尝健康无毒的精致美食。那么在这一家充满透明感的餐厅里面啊，这品尝到的蔬果还有肉品全部都是精挑细选过的安心食材，打造出来的餐点同样不同凡响。在科技高度发展的现今，虽然美食选择很多，不过啊，想要品尝到真正干净无污染的安心食材，可得要小心慎选。在台北市知名的百货里头，这一家特色餐厅就标榜着完全使用健康无毒的认证食材。其中这道招牌的火锅更是利用蒸煮的手法完整保留住蔬菜的原味。其实我觉得他们的锅还蛮特别，因为它锅上面有一个蒸笼的蔬菜盘，那上面的蔬菜不管是根茎类啊、丝瓜啦、杏鲍菇啊，它全部都是蒸的，保留食物食材最天然的原味，吃到最天然的美味这样子。同样吃得出健康美味的还有这一道来店必点的人气拼盘，清爽又脆口的凉笋搭配自家生产的手工香肠，是最下饭的美味餐点。像我们之前吃的凉笋的话，应该都是加美乃滋比较多嘛，它这边比较特别是加胡迪油，它是因为它的凉笋好像纤维比较少，比较嫩，所以配上这个胡迪油感觉非常的对味，那夏天吃应该是蛮凉爽的。看味道就是有那种阿嬷的味道，很古早味的味道，而且这里的服务生有强调说他们没有添加亚硝酸盐，所以应该是对人体的健康也非常的好。精致又可口的菜色，让注重饮食健康的现代人都能有最棒的用餐体验。如果你也讲究健康和美味，一定要来支持这一家用心把关品质的餐厅哦。想知道还有哪些健康的创意料理吗？